对大家所有人的一种爱心、一种奉献，感谢感谢你们。现在我想请我们的客人对我们的会做一下评估的评论，你们有什么想法、有什么看法？今天不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会，因为有些人没有带，另外有几个新客人的话呢，因此我们一开始大家都自我介绍，这个平时一般是没有的，只有客人介绍。然后呢，你们一般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agenda的话呢，逐渐的认识我们大家。不过今天我觉得我们这样做，就是我觉得很高兴，请你们介绍简单的讲一下你们的想法。你可以开始。呀，你可以。我是陪他来的。我觉得大家都为什么先？你们先。你说没关系，不客气。我脑子突然一片空白。你们都讲得很好，都很有勇气。然后呢，每一位都几乎口齿清晰，而且平常说话可能不是那么清楚，但是一站到这个台上就非常清楚，我觉得很棒。我以前做电视节目的，所以一看谁是乱七八糟，我马上就知道。倒不是。谢谢。在哪里做电视节目？台视。哦，在台湾。对，我是台湾人。台视。我做的一个节目是全世界播出，叫《宝岛采风》，也许谁看过不晓得。我有一次坐飞机，我讲太久了哈，没有关系。我有一次坐飞机，坐在我旁边的母女刚好说我们很喜欢一个节目，然后我问什么节目，他们说《宝岛采风》，我说我做的。刚好我的行李箱有50片的那个拷贝的 DVD， 所以我就送给他们。哦，这句话我也会说。那你也送给我。那你一定要参加我们这个会员会演讲你的故事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给我们做一下演讲，给我们做一下你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想法或者建议，或者是我为什么今天坐在这里，是因为他很喜欢演讲，我一辈子从来没有遇过那么喜欢演讲的人。太棒了！他说他们一定要参加我们这个演讲会，对不对？我们停车的时候，我告诉他，以前我认识很多Toastmasters members， 我告诉他，这些 Toastmasters 的人，他们都是很积极的人，所以我发现你们一样。你以前去过 Toastmasters？ 对，英文。在哪里？芝加哥。在芝加哥。你现在还是吗？没。你现在没有其他的 Toastmaster 课？对。只是现在在练习中文，在说中文。真的欢迎你到我们这儿来，我们是唯一的一个讲中文的一个这个俱乐部，这个中文的。所以我想要参加那个淘汰啊。那你要，首先你要先成为 member， 你才能参加 hotel， 所以赶紧加入。今天要淘汰了，今天要进入才能够有。那就要先跟太太商量一下。他刚刚拍了一张照片，叫我怕太太。我去一个餐厅。太太太，我请他赶快去那边用洗手间，然后他可以拍下来。每个月新每个月的会员费是只有6块钱。因为我们住的有一点点远，比较远，对，我们要商量一下。好，不要失望，不要感动。对，其实我也在 Virginia 上班。但是我是住在这边，就是说，所以我每天 commute 时间比你们还要长。我们这个学中文的，他的中文已经很不错了。对，演讲会就是我们这里以为其他的地方没有了，中文就在这里附近，就是我们这里。我们的中文演讲是8月23号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比赛。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登记，没有别人登记呢。对，没有一个人登记，因此你要来就是第二个。所以我会赢。你要不来了，我就赢了，就没有人。是你 ，Monica， 你赢了以后是不是要到 Area？ 对，他说啊 ，Area 是9月，我已经定下9月28号。哦，对了，对，但是我们这其实我们对 Hotel 其实是要有英文的。对啊，对，是英文，是英文的，但是中文的是13，是讲演讲的时候是英语。你可以在我们的13，那但是你不能到下面的一个 area 去，因为我们这个 area 是英文的，就是只能在我们系里，就在我们这个分会里边，你可以讲中文的。可以到中国去讲。你可以在这里讲，就是开会的时候讲中文。第一个和第三个就是中文会。
但是呢，如果你要是引问，就是我们其实我们比 contest 还是要讲中英文，但是开会的时候演讲是用中文，第一个和第三个是讲中文。好，这样子你考虑一下，好不好？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才定操，就是到报名。你们要谁要不报名，我就赢了。好，下面我也就是主要陪他和他。好好。哎，没听到没？来来来来，过一会儿，那要不，那他们在想请他那个唱歌，请上来唱一个歌，可以就这样坐在这里唱。你在那个唱歌唱好更更气质，这更气质更好一点。您进这好吗？坐下，给。我又忘记了。那你。问我爱你有多深？好了。今天这个七夕节你唱这首歌是真好，应该给他唱完。同时我们大家也祝你们的嗓子就跟人唱八度。哎，我是卡拉 OK 比赛第一名啊。就是他没有来比赛。contest 的 contest。 我们既然有卡拉 OK 那么信赖，你要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以后搞卡拉 OK 是吧？好的，那好，那我们今天到这，现在。